要求他们要开五年内的车子，也就是说他必须经过重新
保养，然后重新被说那是 OK 的，要再给你弄的。然后我们也尽量避开去开山路这样。以前曾经会开到花东去，现在就不会到花东去。我们到师傅这边就比较不会到花东去，就比较不会开山路，尽量也不要开山路，就比较不会发生危险。这都是可以透过做法来我们那个降低对降低风险。所以基本上机遇是这样，比如说昨天有下雨吗？昨天有没有下雨？有人摇滚，有人有、嗯。我跟你讲那个下雨哈，他们是怎么算的？他下雨下，我刚刚有看我的手机啊，那个看我的手机上面，他说显示天气的状况，对不对？你知道我现在大概已经，他是十点半，对不对？还有我那个手机，它是一个小的小电视系统，它显示几度，它显示当天的。啊，你去处理吧。不是开了，不是开，因为当时那时候它是开的。是开的吗？对啊。就是，我去看它的温度的时候，你发现注意看啊，我要往前滑的时候，我就往前不那滑了。就是我有时候会想要看说，我说昨天的温度几度，可是我滑不回去。它只让我看什么呢？现在以后，现在给你看，以后也给你看，之前骗你回去可以试试看，但是你不让你看之前。因为看之前没有意义啊，他因为我们通常会想要知道，就是到你从现在开始之后温度大概几度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只给我看十一点以后的，我也看不到十点，因为十点已经过了。然后他就让我看，他说哎十一点十二点，因为他是整点报温度的，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什么时间点他会是温度几度的。那他又跟我讲说这一天下雨几率今天是10%。那今天所谓的什么叫今天呢？我还没去调查，它一定会有一个 range， 就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叫做今天的。我合理的猜测应该是会从凌晨零到今天晚上的12点左右，那个就叫今天。只要在这个 range 里面有下雨的话，而且呢，它下雨要有0.122那个公斤的尺度，我们要尺。你那有条 OK？ 0.12，就是你那个最小格的那个是，你的最小格的那个是1mm，对不对？1公分就是10公里，对不对？最小格的那个是1mm这样子，一厘米。那一厘米的0.1还要把它分成10等份的最，把里面这个的最小格再把它切10等份的一格。下雨，你要有下雨，就需要有那个高度去跟它下雨，所以这个叫做有下雨，所以它是有定义的，谢谢。然后它是这样算的，它是怎么算的呢？它是这样，它就是说，像它就会根据天气状况，根据以前的历史记录，这种天气状况，如果根据以前的记录，因为它从以前到现在有很多年累积的，就是。可能5年或10年，甚至10年了，很多天了，对不对？这么多天的记录里面，在这种天气状况，下雨有几天？所以很显然，他说说今天的下雨几率是10%。小刘总，下雨的几率是10%，意思就是什么呢？小刘总，如果统计有100天，以前的一定是根据什么？统计100天，发现里面有10天有下雨，这种天气状况，这种凌晨，这种跟湿度这样，100天里面有10天，我们就说下雨几率是10%。那当然，并不是只有调查100天，可能以前你调查了1万天，没有什么，那就是1000天下雨，就看他那时候，所以所谓的10%，所谓的10%是。相同的天气状况，在相同的天气状况之下，相同天气状况的天数，然后上面是有下雨的天数，算出来的比率就叫做降雨率。我们把这个写在。7页正上方，降雨几率。
跟今天的，所以这个是条件哦，相同天气状况一样写哦，相同天气状况，这种根据历史资料有几天，然后呢，这一种情况里面呢，在这种天气状况里面，真的有下雨的有几天，这样，然后他发现呢，这个算一算呢，算出来是十分钟，不一定是130哦，不一定哦，因为他到底他已经累积了好几年的资料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在那边系统了好几年，然后这个有几天，所以用这个去这个算出来的就叫做算一算。然后有时候呢，有时候我们会100%，你有没有看过？你有没有看过这样子100%？如果像已经是100%，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只要是这种天气状况，根据以前的资料就全部都下雨，对不对？对吗？代表这一个数字跟这个数字刚好一模一样，写上去。所以总要100%呢，就是这种天气状况，它就每一天都下雨。所以这里几天，这里几天，根据以前的记录，根据以前的记录，如果我总共有365天，哇，每一天都下雨，就是记录的是365天跟一年上的60天有关的。我只是说，如果他记录里面有365天，就有365天每天都下雨，这种他就会写100%。就根据以前的，根据以前的记录，哎，有没有可能是零？他有时候会说今天就不降雨，他什么意思呢？根据以前的资料，这么多天，结果呢，每一天都没有降雨，结果完全都不下雨了。他这个对我来讲，我很关心这个，因为我们家我是负责晒衣服的，这样每天早上。那我晒衣服的时候，我就要决定我到底要把它晾到外面去呢，还是要放在家里面仓库呢？所以我就会看会不会下雨。会下雨的话，我就放里面，然后就开空调。如果不会下雨的话，我就放外面，让它晒过来。所以对我来讲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好，所以几率最少是多少？给它写上去，几率最少是零。零代表什么？没有。没有什么意思？这件事情不会发生，不会发生，几率是零。它一定发生呢？100%，它可能会发生。你要怎么讲会比较清楚？所以呢，如果你的几率的英文，几率的英文就是probability，probability 代表是几率。probability 如果几率等于零的话，就代表不会发生。结果我们呢，就把那个每一天都做成下雨天。
十三公里，哎，摸短一点的就是九年时间，哎，所以不可以让照样的，照样的就可以。所以你发现，不管是来我问一下，如果是这个的话，是三四千嘛，我就这种这种这种，你会说有人直接收到的就是流量。光滑的。
歌就有生命了，那好，我们就一起。好，所以基本上这两种形象，你可以告诉我，这个出现的机会有多大？比如说二分之一，你觉得你可以讲二分之一，还是你不能讲二分之一？你觉得你可以讲二分之一吗？这样，你觉得可以还是不可以？好，你觉得可不可以还是不可以？就是以这个东西来讲，你觉得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说这个出现的机会是二分之一，这个出现的机会是二分之一？然后看一下，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可以丢，然后有什么东西可以丢。这个我不知道，五十块，我现在要找，会不会请另外一个？哇，这个是，
我们相信他，他基本上可以这样，对不对？我们相信他有机会这样，因为他这样会稳。说它是四分之一，每个都一样的，每一个都一样的，就是说每一个发生的机会是一样大的时候。你多写，多写，多写。所以基本上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是这样的。做计算之前，要先说清楚。或者你不能这样子说，你有意思，因为你在旁边做数据很重要，是为什么呢？我不能这样子写，原因是，我不能这样写，原因是这个发生的机会不一样，机会不一样，机会大小不一样，站起来，机会大小。不能说它都是十分之一的原因，因为它们发生的机会不一样的，所以我不能直接用十分之一来表现。发生的机会不一样，机会不一样的，好，机会不一样的。至于这个机会有没有一样大，你说我来，我也不确定啊。
或者是看喜欢哪个点数的话，可以写一个喜欢的点数。可是不管哪一个点数，不管哪一个点数出现的几率，我们都知道是六分之一。每一面都是六分之一。然后通常你会喜欢拿来考他另外一个说，他刚刚想要做的硬币，硬币基本上就是两面，对不对？好，除了那个在神明面前稍微挑出来捡到的哈，那个是宝藏，所以反正就两种啊。然后请你一样再写上一个公正的硬币，公正的硬币，你喜欢出现正面还是出现反面？我就自己选一个，所以正面出现的几率就多少？二分之一。原因就是因为不管正面或反面，他们出现的机会会一样大，所以我们就会说，因为只有两种结果，然后两种结果出现的机会都一样大，所以我就说他们机会就拿到二分之一。那现在就有一个很特别的问题了，好，你们自己想一下，单场最长后面二十项。现在我们讲的是两个硬币哦，哈，两个硬币，我现在有两个硬币，丢硬币了哈。然后呢，你觉得会有几种结果？请你写在笔记本上。我们有两个硬币，其实有两个一样的硬币。一样的意思是说，只要它都一块钱，或者是十块钱，或者是五十块钱都好，其实不一样没关系。好，谢谢。其实我也可以两个不一样的，好，反正就两个硬币。那两个硬币基本上是这样，我丢下去嘛，对不对？我丢下去的时候，你觉得会有哪些种结果？请你画在笔记本上。那你画的方式很简单，不用画那个硬币的花样，就画一下，然后里面写正反。哎，你只要写正反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就是你觉得会有几种情况，请你写出来，好不好？基本上，如果只有一个硬币，很简单，就是正要反就反，就在一个硬币的时候，一个硬币，一个的时候就这样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就说。这个出现的几率是二分之一，这个出现的几率是二分之一。那如果是两个呢？来，请你自己画一下两个，一个呢就这样，两个呢你会有几种结果？来，自己，然后告诉我每一种结果的几率你会算它多少？你没有真的对上去，你要对上去再写。好，来自己写哦。那什么？比如说。两个硬币的，那两个硬币丢下去的话，你就会，就会有什么呢？可能会有这样子哈，两个硬币的可能就是正正，对不对？那还会有什么呢？自己写，这是一种结果，对不对？那你还会有其他种结果吗？来，自己写。自己写。你觉得有几种结果？自己写。你觉得会有几种结果？然后呢，每一种结果发生的机会有多大？请你算出来。因为我就是公正硬币，所以可以算。我只是我现在丢两个硬币了。哎，每一个人请你画出来，然后呢，然后就写出来。几率多少？算一下。你觉得有几种结果？然后呢，请你把几率写出来。你觉得它的几率有多大？这样子，如果两面的，每一个的几率都把它写出来。你看吧，一个的时候就每个都是二分之一嘛，对不对？你要先决定好你有几种结果。六分之一就代表六种结果了。会有六种情况呢，那你应该就能够写出六种给我看了。OK， 好，到底是三种还是四种呢？我们没写，不用写，就写出来而已。到底是三种还是四种呢？好，大部分的人都写四种，所以它的几率就是四分之一。然后少部分人呢写三种，大概几率就是三分之一。那到底是三分之一还是四分之一呢？我看一下，基本上四分之一的人是因为他的想法是这样，正正，对不对？
家看的是另一个东西，不一样的理由是什么？错灰，来，所以呢，你注意看喽、哦。